最近总是感觉特别困，怎么了？是不是没休息好？没有，为你所困。丽儿，我感觉我现在目光变短了。你怎么这么说自己啊？因为。我感觉我现在眼睛里只能看到你。我也是。丽儿，猪肉、牛肉、羊肉，你猜我喜欢哪一种？牛肉。我喜欢你这个心头肉。那我问你啊。小刀、菜刀、水果刀，你猜我喜欢什么刀？菜刀。我喜欢，给你一刀。由于朗黎与赫连轩在古代习惯了，我傻，我傻，我还傻，我愣，我愣。我在冷，所以两人来到现代找工作时遇到了不少困难，比如两人再次找新工作，终于。快点！哎，好嘞，我这就来。